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这座山上来挖笋，在我后面一大片的竹子长了很多的笋，我们去找找看。哇，这可好了。这啊！把表面皮削掉，吃起来口感棒。切厚片。腌好的咸菜，煮了大约有十分钟了，我们来调味。把砂糖，用盐，要勺，继续焖煮5分钟。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今天煮了一个白灼虾和螃蟹，清炒了一个青菜，芋头炒海盐，笋烧咸菜，有牛仔骨。今天我们就这样吃。